各位亲爱兄弟姊妹，愿上帝祝福咱大家，伫今日下载有上帝话语，甲你同在。咱做伙来读今日的经文。亚利米书第四十八章第一节到第四十七节，关系摩押，上主万军的统帅以色列的上帝安尼讲：尼波惨啊，伊会荒废，加勒廷受侮辱，互人占领，伊的堡垒受毁坏，住民受凌辱。摩押未阁有灿烂的阳光，有人伫希实本设计要害摩押，讲来，咱来甲消灭，互伊袂当成做一国。马伫免城，着点点，毋读出声，有军队要来攻击你。对呼噜念传出哀哭的声，荒废啦，拢总毁灭啦。摩押受毁灭，伫遐传出囡仔在哭的声。人爬落去的山坪，哪爬哪哭。伊落葫芦岭的山坪，就逃走。虽然过性命，亲像旷野的野驴。摩押啊，你靠家己的军力甲财富，唔过同款会受征服。你的神明基抹，甲你的祭司以及官员，拢会受流放，做一个受牵绊。恁大家城拢会受毁灭。无一个城会当避免，山谷会受毁坏，平原受蹲踏。上主安尼宣布，就甲摩押斗两支石，互伊通爬走。伊的城镇会爬远，无人徛起。平单唔做上主会讲的，会受咒诅；唔拿家己的刀去杀敌人的，会受咒诅。摩押对开国以来就正太平。唔捌受放逐，伊亲像蜂蜜伫酒瓮内的酒，唔捌互人倒来倒去，所以滋味原在，气味无变。上主讲，看咧，时日一日到，我要派人甲摩押倒去上，亲像甲酒倒掉同款，因为甲酒倒甲空空空，佮甲酒瓮摔破。摩押会因为伊的神明基抹见效，亲像以色列人。为了因所以挖苦逼得你的生命见效同款，摩押啊，你那会当自称是英雄，是敖修正的勇士。摩押会受毁坏，对敌占领伊的城镇，敌选的将领拢受台死。摩押的终局悲观啊，伊的灾难会紧紧到。大君王上主万军的统帅安尼宣布，摩押周围的国家。认捌伊的民族啊！恁拢着为着摩押悲伤，讲伊的大权势放弃，伊的阳光无去啦。基本的住民啊，着为你阳光的座位落来，坐伫打扫的涂骹，因为毁灭摩押的已经到，伊要拆毁你的堡垒。阿罗尼的住民啊，着徛伫路边看，问遐的多南的男女讲。到底发生什么代志？因为应讲摩押沦陷啦，恁为着伊哀伤啼哭，就伫阿伦河宣布讲摩押灭亡啦。审判已经临到平原，各所在就是摩押，无论远还是近，所有的城镇，到伫何伦、雅杂、米法押、底本、尼坡、毕底比拉泰因、加勒廷。加毕抹、比密温、加略、波斯拉，摩押的权势无去，军力全失啦。上主安尼宣布，上主讲，恁着甲摩押灌好水，因为伊自古背逆我，伊会伫家己吐出来的垃圾面中间过来过去，互人取笑。摩押啊，你敢毋是捌取笑以色列？你答辩讲着以色列？敢毋是摇头，家当作予人掠着的贼仔？摩押人啊，着逃走，离开城镇，去住伫山岩，亲像粪鸟伫隘口作秀。犹大的人民讲，听讲摩押人非常骄傲，自高自大，骄傲到极，家己掠做了不起。我知因的自大是空虚，所夸口的拢是碰风。上主安尼宣布。所以我为着摩押祈祷，为着摩押全国祈祷，人嘛要为着建立哈利色的人哀伤。西比玛，我为着你哀哭，
比为鸭声哭哭较大声，你亲像葡萄酒，伊穿过大海，传到鸭声的海。唔过飞未食来啦，要将你得要收成的果子甲葡萄拢毁掉。上主讲摩押肥的田园消失，无阁有欢喜快乐的声。我予酒困，无阁出酒，无人伫遐打酒出欢喜的声。虽然有话的声，唔过唔是欢喜的声，迄是本人哀哭的声，传到伊利亚里，传到亚杂，阁对索尼，一直传到葫芦念，直到伊吉拉、西利西亚，因为连人啉的溪水都打打去。上主讲，遐个伫摩押的沙头段献祭，用因的神明烧香的人，我拢要甲因消灭，所以我的心。为着摩押悲伤，我的心肠为着今年哈利色哀伤，亲像片仔哀怨的声。因所积聚的财物拢失去了，因逐个人剃光头、剪喙须、挂上手骨、腰下麻布。上主讲，摩押逐间厝的厝顶、甲广场拢有啼哭的声，因为我毁坏摩押，亲像人讲嘴无佮意的剃骨，恁着大声啼哭。摩押完全毁灭啦！因见笑，无面通见人，正做四周围的国家耻笑，互人着惊的对象。上主讲，看咧，有一个国家，亲像粉鸟，踢开伊的翅，冲落来攻击摩押。摩押的城镇甲堡垒，拢互伊占去。迄时，摩押战士的心，会亲像吹准的附近人，遐尼痛疼。摩押受毁灭。无国正做一个国家，因为因自古自代背叛我上主。摩押的住民啊，恐怖寒天，活到地长等恁。上主安尼宣布：相比恐怖的人会暴露寒天，对寒天逃脱的人会互活到倒掉。因为刑罚摩押的年已经定着，上主安尼宣布：遐个多难去去日本寻求保护的，因的困难已经用尽。不过有火对希实本发，有火焰对西方的城出，烧尽摩押人的头下，甲爱烧台的头壳。摩押啊，你有灾祸啦！拜基我的神明啊，恁灭亡啦！恁的后生被人掠去，恁的查某囝嘛做伙受掠。不过上主嘛有讲，将来我要让摩押受掠的人倒转来。有关摩押受审判的话，到这为止。在今日的圣经里面，特别讲起了摩押，伊这个骄傲，甲在这个安逸的中间，来带来这个毁灭的这个结局。咱常常看到骄傲往往让一个人会当亲像家己是一个会当控制上帝、控制伊家己想要安怎做的人。总是咱知影摩押，伊抓准伊家己。挖靠伊的财富，挖靠这些偶像来保护家己，总是因为伊的骄傲，上帝为伊带来这个毁灭。所以咱通看到安逸的这个陷阱，甲上帝的怜悯，拄啊好是一个对等。骄傲有骄傲的危险，有当时咱会看到台湾是一个会当值得咱骄傲的国家。总是也台湾人伫古长来的安逸的中间，咱会看到有侪侪引诱甲试探的陷阱。咱恳求上帝来怜悯咱，唔通亲像一个摩押同款，予咱因为这安逸的生活远离上帝，反倒等咱会当来面对着伫后壁所来上帝的审判，特别是对摩押的审判。这个审判唔是因为要予这个人歹过，是为着要予咱知影唤醒咱来改变咱的心态，予咱会当唔是掠家己最大，是咱会当来倚靠上帝。所以，过亲爱的姊妹，咱也会记得，无论咱面对偌尼啊大的失败，还是困境，我相信上帝的怜悯总是未停止，伊总是呼唤咱会当回到伊的面前，搁重新来开始，重新来得到生命的盼望。